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10集的节目。我已经很多天没有更新节目啊，像上个礼拜四跟礼拜五更新的节目都是事先就预录好的。那我这5天左右的时间呢，都在外面做拍摄的工作，晒得很黑呀、啊！哎，这是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组呢，也是可以合体地球火种系列。先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一款了，它是 Twitch。还有 Robby 的一个合体，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则是 More 还有 Bumblebee。其实就动画片来说，这个女主角 More 她应该是跟那个智胜两个应该才是一对的一个地球人跟地族人的一个 CP， 但是可能那个摩托车不好做组合变形吧，所以呢，官方就给他一个 Bumblebee。 那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其实在动画片第一季里头应该是没有他们两个人这种合体，甚至这种所谓的这种动力装甲的部分呢，也都是在动画片第一季里头是没有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里头的人头的话呢，人像其实做的还是相当的栩栩如生哦，加上这个透明部件的话呢，还真的有那种蛮高级的玩具的感觉。它的可动的话呢，手臂360度的转动是没有问题的，球关在这里平举 OK， 手肘可以弯90度，拳头不能转啊。这里呢有一个变形的时候呢会用到的关节，叫前后踢没有问题，侧踢也可以，外摆内收啊就没有了。膝盖的话呢有一个卡住的一个关节啊，大概只有两个，1 2 1 2啊，为了负担它下半身啊合体之后比较沉重的一个重量。那这个人形做的不错了啊，大黄蜂的车型的话呢滚动性还可以。那么呢这个上方的话有一个弹簧的这个部件，这个就是在变形的时候呢会弹出来这个装置，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这样一看大家几乎就是能够一目了然了，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变形吧。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把它给打开，从这里把它给推开，推开之后呢这个部件往下翻翻下来啊，请你到一旁去啊，然后呢两腿做一个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往下翻下来哈、可以刚好卡住，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住，然后呢手臂往下放下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变形，非常简单。那头的话呢就是直接从胸口这里给打开，然后将头部给翻出来，头部偏紧啊，这里可以看到它这个脑袋瓜后面是空的啊。然后脚的话呢这个部件抠下来，好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Bumblebee。 那这两款模具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呢都没有外摆内收，那很容易说呢，因为我们把玩的一个习惯，你很容易想要去转，你一转它没有外摆内收，所以它的这个地方就是直接就是身体就会裂开啊，这个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一个缺点。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大黄蜂，它的后面这里的话是往上卡住。好，那各位也都看过了，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玩法呢还是在这个合体的部分上。那我们来示范他们的合体了啊。我们先从这个人类的 More 开始啊。首先的话呢，这个翅膀往下折，但这一片部件呢、你往下掰的时候呢，几乎吧，99%都会喷掉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通病了啊。然后我们胳膊的话呢，往后面推过去之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把它给扣上去，侧边这里推上来，这里一样推过来，这里把它给卡进去，手臂往上翻。好了，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腿的话，我们先把它弄成一个下半身好了，那就是把小腿后方这个部件推过来到这里，好，组合成这个是一个它的下半，如果它让它在下面的话，那上半部的话呢，大黄蜂的话呢，这个脚趾头就要收进去，拳头的话呢往上面折进来，然后呢透过这里的关节往后面推，这里推开，推到后面之后，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啊，形成这个形状，移到后面而已，这样子推过来到这里扣上去，好，这里记得把它给尽量把它给压紧吧啊，这个卡扣有点浅啊。然后呢，这个头部记得把它给头给放进去，因为呢我们需要这个组合的位点。那接下来组合的话呢，对，这个头倒是没有把它给收进去。喂，这个喷溅的状况居然这么严重是吧？好，扣进去，靠起来。好，我们需要的就这个组合位点。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只要把它这个地方给扣下去，那最后的合体的话呢，就是把它这个两条腿呢给掰开来这个地方，然后往下面扯下来，好的，这个弹簧的部件呢就会弹下来，如此这般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合体的部分。那它的胳膊的话呢很粗很大，
看起来是蛮奇怪的。那我们对比一下先前的这个 Lobby 跟退曲的一个组合，我们两个先对比一下。如果说是两兄妹都在下面，机器人在上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放在一起，突然觉得有点搞笑，对不对？有一点点喜感了啊、哦。那这个应该是纯粹是出玩具而已，在动画片里头他们是没有这个形象出现的啊、哦。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来做一个另外一种示范，就是把它的一个上下做一个对调。那上下对调就很简单，直接拔开就行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把大黄蜂的话呢，这个部件推回去，卡在这里，捏住，然后呢，把这个部件往回扣回来。好，扣上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将大黄蜂的这个鞋尖就要放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呢，它要变成这个这里啊，不对，它是直接整片下来，我记得是这样。好，大黄蜂的腿这样子变成一个更大的立足的一个脚掌。那我们的这个木偶就直接卡上去，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地方腿打开，然后后面这个弹簧就会弹到前方去。我们来示范一下，好，卡下来了，噔噔。这个时候呢，原本的脚掌这个地方把它给收回去啊，应该是先收回去了啊，可能变形这样比较刺激的感觉。哪里刺激？好，这个姿态的话呢，感觉比较有意思，是吧？这是上下半身还是比较协调一点点。那各位应该有发现，其实他们两兄妹自己是可以上下合体的，我们就把它给拔起来，我们就满足一下一个正确的合体，应该是要这个是同色系吧？你对不对？你这个同色系来卡，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这才是它的一个完整版的样子啊，是吧？那至于大黄蜂跟这个退去的话呢，我们也把它给扣上去。好，那是不是应该，那这个武器刚刚忘了给它卡上去了啊，这个武器应该这样。好的，好，那这个裆部一直崩开，这果然是雄伟的小朋友啊。好了，那这个就是目前市面上呢所推出的两款地球火种的这种 combiner 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金刚。那有啦，也是有它的一个乐趣性，尤其是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组合起来就有点环太平洋的机器人的感觉，对不对？好，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